早上醒来对对方说的第一句话是什么？因为很搞笑，我想 good luck Vicky。 I'm so sorry。 早上第一句话就是 Vicky， 闹钟响了。我很确定他是说这句话，但是他的情绪不是这样的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就是那么高兴，是不是 ？So sweet。早上就是一听快点醒，迟到了。我说的闹钟就是我们起来关掉，然后我们也是继续睡。